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4年11月10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乳癌实际操作。我们现在就请老师讲解第二个案例。你是多久前发现你这个硬块？多久前？好多年前。最开始是一个拇指那么大的，在这个地方。啊、哦，他也不痛，也不痛，啊、哦，那、啊、你自己摸发现的是？对，然后我也不管他了，反正他也不痛，也不长大。啊、哦，他不痛不痒，所以硬结肿块常常是这样，不痛不痒，所以你就不处理他。啊，什么时候发现他有？他连打了疫苗，然后可能那时候的心情又很糟吧。从这一个硬块，然后一直扩散到周围。对。对，整个都有硬了。那六七年等于它都没有变化，然后到打疫苗之后开始突然变化，然后心情又很糟了。它这一圈一年了，形成差不多有一年了，一年了，一年就从一小粒变成一整块这样、嗯、对。然后你说一整块里面开始有流出组织液是吧？是。然后也会痛，突然整个胀了，压迫了胀。那有没有人帮你？在家里没有啊。啊，只有来这里。嗯，对对，我在家里有用工具而已，有背过，但是不一样的。哦。然后就没有人帮我涂加法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你体力现在好不好？我要痛了，我很累。不痛了，我就还可以。哦，不痛就可以哈、哦啊。那其实这样体力还算可以的。他是痛了，可能影响睡眠啊，影响怎么样，然后影响心情，他就会变得特别累、嗯、但是已经有一点往重症走，但是不严重。他这时候还没有到达我说的形象到命危，没有到这个阶段，就是一般的重症。那不是每天要按一次啊两次啊才好、当然最好，因为有硬块就好像有体伤，啊，你已经知道最好每一天。如果他们没有办法，你自己也要学着按。嗯。那这个技巧不会很难。嗯。然后我这个按完了又累死了。哦。你都按哪里？按背后。背部啊，上背部啊。我告诉你哦，乳癌不一定要按背部，这里靠运动，对，也就是做一些浮力挺身、扩胸、嗯，这样就可以了啦。我有做啊。对，那有做了你就不要在背部哈、哦，偶尔来这里让他们按一下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。你现在要针对的，我告诉各位，像硬结肿块，你按背后也不会消了，最好就直接在这里患处，然后找压痛点，啊，找出来自己按，一定按得到了。所以你这个我才说一定可以解决的啦。换了我一天呢。运动一个小时吧，这样够了吗？可以啊，但你怎么运动啊？做浮力挺身啊，还有摔手工啊。很好啊，有时候爬楼梯啊。好啊，你有时间，反正就是这样动动，一定有帮助。一个钟可以了吗？我认为要最好是1到2个小时，以你这么年轻，比如说，哎呀，有时间早上运动一下，晚上傍晚又出去走走，嗯，也可以啊。那我现在煲那个姜汤要用多少的姜来煲？好，其实他姜哦，他现在就在烦恼姜哦，他其实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还没有到啊。但是如果他不安，20克到30克就够，绝对不要超过30克。应该以你的体力，我也认为没有必要。有时候早晚喝一碗也可以，10克10克这样也可以。啊，如果你还不安心，好，反正就多喝一次安心的也好。反正多喝也没有会白癌啊，也没有说什么不好。我的看法是，快进入差不多在轻症、重症这里在徘徊了。因为他也没有爆，他体力也很好，他只是烦恼很多，情绪很不好。那这些刚好都是得到乳癌的很多必要因素。你不信你看看，很多乳癌大部分都会情绪起来。然后他也说，他打针之后，因为情绪也不好，哎，就快速，这情绪绝对有关了、啊。所以他
这个一定要跟他讲清楚，就是他要做的，虽然他这个讲叫他做的其实不多了，就是观念要清楚，他怎么配合，跟他讲清楚，好、哦，然后他要做的，比如运动啊、饮食啊这些该遵守遵守，好、哦，那因为他还不是那么严重，照理这个绝对可以治好，好、哦，那现在来看，哎，他颜色真的变了。这个就有一点哈、哦，我说快进入爆，会不会爆？我们只能尽力做，但操作的人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很可能爆。好，那第一个从观察上，他很可能爆，那再来诊断就要触摸了。好，我有教你们怎么来诊断，就是第一个，你不知道他大小，他形容的都是一回事，你用手去抓。一大块，一大块。现在有变小了，是因为他们帮你处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没有错，因为处理会变小。所以现在别看香港，香港也经过台北培训，啊，他们也有几个去哈，所以他们回来就敢处理了，而且真的会变小。我不是昨天放的那个乳癌那个女孩子爆掉，他妈光他妈妈哦。帮他处理就缩小三分之一哦，第二次来的时候就缩小三分之一，所以处理对跟处理错就决定生命，所以他来的时机不错，因为他们刚好经过乳癌培训，所以乳癌确实要学、哦、那你看第一个抓它是一整块的，然后又有颜色，那他说会不会爆，我跟你讲几率很高，那如果有时候一抓没有，那很小，小到甚至你要用指腹，指腹要怎么样呢？去怎么找呢？沿着肋骨贴着，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一粒，了解吗？这样一直这样按下去，然后这里也按下去，这样长在这里，这里要不要找？我刚刚讲的一定要找，有时候很多也是会有痛点，那痛点都要找。这里痛，那、啊、这里也痛是吧？我这边比这一边痛。哦，有没有听到？现在已经好多，自己好的吗？那他什么好？哦，他们帮你按。我听起来对香港越来越有信心。真的，我在台北教他们完全落实。真的，他从这几个迹象，哎，确实是好转，因为他这里在痛，你这里诊断完，这一边也要诊断，我都要求台北也是这样，就是这里都要找，那、啊、你们找是不是这样，一个一个找，然后看看有没有硬块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这样找，我这样暗示没有硬块，有一两个地方是痛的，我知道，如果痛就是压痛点。那压痛点就是体香嘛，啊，体香还是要解决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啊，如果有硬块，好，那趁着这个时机找出来，就在硬块周围把压痛点找出来，把它解决，哎，这个硬块就很快消失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初期啦，那个真的是很好处理的，以原始点现在的进展跟手法，太好处理了，但就是不要搞到这样，这样还好，如果再爆掉像这样，那就更难。就是越来会越难，要顾虑的越来越多，有时候可以放手一搏的，最后变成怎么样？顾虑东顾虑西，比如我就会顾虑啊，刚刚我就要半个小时这样限制，啊，这个有时候按个30分钟，这里按个30分钟也没问题啊，他体力应付得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检查彻底，然后这里哈、哦，因为乳癌很多，这里也会有硬块。所以我都会叫他们这里也要找，你这样按下去就可以找。我告诉你，这里用指腹可以找，但我说解除体香不要用指腹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不是说指腹都不能用啦，指腹你可以摸出硬块啊，因为它敏感啦、啊，对不对？这里痛不痛？这里还是有一点一粒的，这里还是有。你们以后。有时间你们应该以后再找就会摸得到，
你这一手我看一下。好，我看看。好，我告诉你哦，两边这一边比较严重，这一边的硬块还更明显。它这一块，你看，好，就这样。对，它这里很明显，这里我刚刚按还没有那么明显。好，我看看，哦，这里深层了，有一点点。对，深层有一点，但没有像它那么大。这个还不算严重。这个可以顶进去，这样也可以啊，或是这样也可以啊，反正这个他们都会教你。今天我教的就是不外就是小的地方，就是用这个工具或指节，解症就用这样，尽量不要用指部。好，那现在这里他们都已经检查，而且他很多痛点，据患者这样叙述，我就安心了，我这里就不要花时间了，也就是他们已经都处理得非常好。然后他痛点很多都消失了，然后这里也变小了，他说原来更大，那就是经由他们的处理就变小。那我也跟你们讲，如果这样看来，这一块周围应该有很多痛点，你放心，只要有症状，记住哦，有症状必有体伤，有体伤必有压痛点。我们原始点处理不是处理硬结肿块，是处理压痛点，然后压痛点解决了，因改善了，果就自然会改变啊。所以你不要看果的大小再做标准。我告诉各位，像刚开始这样，你第一次第二次按的时候，有时候按完它甚至会肿胀红肿疼痛更大哦，第一前几天会这样哦。然后如果你因为没有处理过，患者跟你这样讲，你就心虚了，完了。其实它是必然常常会出现的现象，属正常修复的现象。记得我讲的，有时候刚开始接乳癌患者，一对患者讲，你按完我这里怎么肿胀了，红肿了，然后他就说哦，那好好，你温敷，然后就讲话就变成有一点躲闪，那躲闪患者就对你怎么样？没有信心。你一定要跟他讲清楚，尤其第一次、第二次，主动讲，我按完，他有可能肿胀、红肿、疼痛，都属正常现象，几天后他就会消失。但你遇到了这样，可以过来，或是如果没有时间，就自己先温敷，一定要过来再处理。啊，这很快就，那经过肿胀疼痛之后，它就会变软。如果可以再跟他进一步讲，它变软之后就会慢慢消失。你把整个过程跟他讲，他就信服了。啊，确实，整个的修复都是这样的过程。那这样应该对患者来讲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我们怎么来找？他这个哦，你看开始这里留组织液了，有没有？我还没有按，他就留组织液。那这个没关系，这个组织液就是擦拭一下就好。那这个周围，这个可能是用对的啊、哦，这个哈、哦，用这个啊、哦、顶进去，就在这个周围，然后稍微顶进去。那这一手一定要固定，固定就是有这样的力量，它才能按到深层。那我们就是这样顶进去，这里痛不痛？它刚开始可能。对于痛不痛，因为你用的力量，你不能一下子就用很重，你就用一般你的在按推的力量，然后转过一圈，然后再问他哪一点特别痛，或是你在按的时候他特别强烈的时候，那就是他的痛点。所以不要每个点都一直问，患者会很烦。好，那我开始做。这里痛哈、哦，我知道，嗯，这里，
我刚刚用卫生纸不是我怕接触到组织了，是滑了，哎，我怕滑。好，我按下来有几处我已经感觉它在动，比如我按到它这里，它好像也在承受，按到这里它有些也在痛，按到这里它也有在痛。他虽然没有跟我讲，我现在以我的触觉，然后跟他的反应，好，我感觉那几处都痛，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来问他，我按的哪一点在痛？这里也痛，啊，这里也痛，都痛，整天都痛。只是有些重一点，有些轻。哦，有些痛的比较严重，有些比较轻，但全部都痛。好，那这样答案就已经清楚，那要怎么处理知道了吧，全部都揉啊，那就 没什么好说了。好，那这个已经诊断出来，好，那因为它是属轻症，我认为应该是以按推为主，热源为辅，目前还是这样，它不是人身体很虚，所以现在这样诊断出来之后，我们开始来处理，我建议是一边用姜本尼一边按推，就是这样，同时进去，因为他刚好介于轻重症之间，他诊断出来按也按过了，我们就这样。那我问你，你现在哪里痛？你这里说会胀胀的是吗？我感觉长得是胀胀的。现在还在胀是吗？我还是先把体香解决。那胀，你认为应该是怎么解决？他数，对，一定是他数，不要想换数。是他的胀不是由这里来的，不是因为他有硬结肿块才产生胀，这个胀或痛多属他属体相，所以一定是在背后脊椎两侧或肩部，因为他这里靠肩部原始点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找会比较快。你们有没有注意他比较靠外侧，对不对？那应该以原始点是哪里最有可能？肩部。我也认为肩部，所以我直接从肩部下手。这里痛不痛？还可以吗？痛的时候，你手起来就拍几下，用那一手啊。那我知道就好。有没有特别痛的地方？有点痛，但可以承受。有一点痛是吗？可以承受。我第一次的力量一般都不会用很大，但我说有症状必有体相，所以我认为那个痛点很可能再深层一点，所以我第一次是轻的，那我第二次我就会怎么样？稍微重一点啊，这里痛不痛？有痛。这里有痛的吗？这里是不是也痛？对哈、哦，这里很痛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不是也痛？如果你要再加重的话，不是用手的力量，是用身体，那怎么办？身体再起来一点，把落差弄大，那这样就进去了。这样怎样？还可以承受吗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哈、哦，我认为还不到重症，这么大还可以承受，那也可以从互动中就确定，那这个病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体力还不错，底子还很厚。现在感觉胀胀的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是有胀胀的，已经轻一点了。已经减轻了哈、哦。他已经减轻了，但要不要再按深层？我认为不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那个力道已经算很深层了，这时候我可能在，是不是还有其他？我就会找到什么肩胛骨内侧也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你已经到深层，你就不要再，我就是执着你这里有，再找其他，因为他这里管的刚好这里也对到胸部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第二，这里痛不痛？痛是吗？这里痛不痛？这里痛不痛？也有哈、啊。
这里痛不痛？这一点好一点。还可以哈、啊，所以痛都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顺便帮你脊椎哈、哦、也按一下。这里痛，好，我跟你们讲一下哈、哦，舒缓，脊椎两侧的舒缓啊，你们看好啊。这手扶着，你要站我们这样也可以，或弓箭步这个都可以，这样顶下去。如果一般站是站这样，直直的，这样它顶下去就可以坐了，这很好舒缓。我们的舒缓脊椎两侧，也是用这个，整个这两个骨头都可以同时按下去。啊、哦，记得。其实舒缓也在解症，可以很深层。好、哦，你现在再看看你那个胸部有没有比较减轻？没那么胀。他说已经没那么胀。那这样还要不要乘胜追击？不要。不要了，只要症状减轻，就见好就收。因为他这个还不是我说的很重症，那如果可以按完就，那个电毯，或是红豆蛋，哦，让他下面温敷。好，那这样做完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来针对他的患处解决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操作了。其实操作最主要就是一边要固定，一边按，看你哪一手。好，如果我是这样。那因为他痛点已经都讲了，就不要再问了。用这一个，这样按，这样就，这样是来回啊，这样来回。好，他这里很痛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很痛受不了的时候，你要提醒我一下啊。这样我这样的力量你都可以啊，像舒五哦，你喜欢舒五对不对？啊，有舒五中又带有痛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进行了。不是很痛，一点点好。对，越来越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那个力量还已经蛮大，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，因为他已经有感受痛，那也在痛点，不一定一次就要让他很痛。然后大家再看，我现在换个手，有没有？一样，一样的按推方法。我再跟你们提醒一下，不是直接按下去，是往它中心点这样按下去，了解吧？哦，是方向是这样，对，顶过来，所以这一手过来很明显，那个力量是这样，而不是垂直下去的。所以我都是用这个把它顶下去。为什么要用姜粉泥？这样推的时候才不会破皮，比较滑，它会慢慢变软，而且那个速度有时候还蛮快，有时候按完两三次之后它就开始变软。我这样已经2000了，
等于在一天大概应该差不多就结束。那再来哈，还要注意一个点，就是这里周围都按完了哈，还要注意哪里呢？乳晕这里周围，这里常常会痛。好，所以先找找看，就是这个乳头周围，有时候再找找看。哦，它这里都很硬，这里有没有特别痛的？没有，没有哈，好，这里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没有嘛，哈。我跟各位讲哈，它周围都很硬，有时候是有些人根部很硬，哦，这里周围很硬，它这里又软软的，所以你要稍微再找一下。啊，如果软软的就比较有痛点，啊，硬硬的你别以为硬硬的痛点就在硬硬的，硬硬的反而没有痛点，所以这里硬硬的，你看都很硬。所以反而没有痛，啊，这个没有痛点就不要按。所以我们不是按硬硬的，是找痛点，好，那这个就确定了，好，这样再找一次就是确定这里没有问题，那我就再帮他加强一下。开始怎么样？哪里呀？整个胸部都在痒，好，本来没有痒，我帮他按到开始整个胸部都在痒，那这时候整个胸部怎么样？硬硬的，就是再加涂姜粉灵，直接把痒的地方再推一推，直接从患处下手。我们一般根部这样已经处理好了，他周围已经变软，真的。已经 变软很多，刚刚很硬，这里都已经被推软，然后真的很明显，颜色也变了。好，那这个哦，多就是这样慢慢，它那个变软之后，它就会缩小，然后就在好转。所以刚开始是这样处理，很多人不会处理，就从硬块下手，啊，越按越痛，然后那个也不会变软，反而更肿胀，然后反而以后越恶化。所以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讲的，不能从火，你按硬块就是从火下手，我们是从阴下手，阴就是找压痛点，体相解决了，火就改变，还是这一句话。好，那他说这里整个痒痒的，我帮他涂一涂，好看，啊。这样帮你抓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15对不对？我是从果下手啊，让那个热源进去而已啊。但我不是在想按硬块，我就是搓一搓，帮它搓热一点。那有时候用电热吹风机也会好啊。你们以后有痒，你可以用电热吹风机啊。你看，血了，它流出血，所以有时候痒。你看，有时候东西要出来不出来也会痒痒，因为血液循环变好了，所以也不是坏事。反正你就帮他这样，啊，他说会不会爆掉，我不敢讲，但血组织液都流出来了，啊，那如果他都一直保持这样流，然后不再扩大，哎，说不定不爆也有可能。我现在问你哦，那个痒有没有改善一点？有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哪里痒，反正在里面痒是吗？不知在哪里、哦、痒，我还是觉得从他处再帮他按一按。他那个整个胸部都觉得痒。你现在整个胸部都痒。好，那你侧躺一下，好，我帮你按几下看看，这里痛不痛？也痛。哎，该热的给你的也给你了，哎，现在，对，我已经改变心意了。我觉得你体力还不错，所以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个比趴着的时候更深。我这一次下来啊，所以这我又省力啊。啊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好，我问你，现在胸部怎么样？感觉到一点嘛？哎，痒不痒？有点轻，但是辣
感觉明显一点。哦，辣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没有关系啊，本来涂姜母鲤就应该有这种辣的感觉。那它阳减轻了，症已经改善，还要不要再接下去？不用 了。那这样处理，你们觉得这样是不是该可以收手？是的，没有错。然后它也已经变软了，很明显变软哦。我跟你们讲，真的，这里本来我一摸就是很硬硬的，而现在变软。所以当你们在处理的时候，处理完它还是很硬的时候，或一段时间来越来越硬，我告诉你那是恶化。但处理一段时间慢慢变松软，然后慢慢缩小，就是改善，就这么简单判断。好，所以这个已经可以确定了，这样处理已经够了。今天这样，那接下去他要不要涂姜母鲤温敷，这个都可以善后。啊，这个每天就是处理一到两次。那他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患者他可以自己做，他说要工具或不工具。来，你手借我啊，来，你举起来，然后这一手哎压着哈，然后这一手用这种工具啊，这里骨头对不对？来，我教你，这样会不会啊？顶着，有没有？这个你按得到吧？但是这边我按不到了。好，这边按不到，来，我再教你哈、哦，你按不到的，来这样哈、哦，这样按得到吗？大力一点，来顶进啊，有没有按到？手就没什么力。你没啥力啊，来，这个哈、哦，来，然后我教你啊，这样会不会？这样有没有力？那你压我肯定有力。我压你，我加持你，你就有力了。好，那我不加持你，来，你开始靠自我自助，有没有力？有一点吧。有一点啊、哦，好，有一点点就有效。你说按不到的，通通按得到，有没有？然后不是用这一个骨头。对啊。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顶进来。然后他这样顶下去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样都有效。一天按多少次啊？一天按的，想到就按，就这样。你闲来无事，手痒痒的就去抓一下。对。就是这样按。那自助，这种自助如果他每天持之以恒，哎，你别看哦，会消失的更快哦。但是一楼土图那个家里房一楼大。你要涂也可以，不涂也可以，你光这样按就有效。涂姜母鲤是因为怕热人不够，但我看他叫得出来，然后讲话中气还十足，然后又年轻，整个评估我认为还可以的。但最怕的就是没有处理，就像你们说的，然后硬结肿块越来怎么样？越来越大。那你看他这个组织液啊、血液啊还会流出来，这个好啊，因为他如果积在里面的话，他硬块啊。会越来越硬，越来越大，所以它这样有流通。我告诉各位，它不会再变大。那这个流出来，我是马上要清洗。要清洗，立刻清洗，用温水或是姜汤清洗。那我家里只有我多半都是皂苷啊，还有那个红豆袋来敷咯，这样的。这里红豆袋当然也是可以，我认为是用姜母鲤最好，姜母鲤自己涂一涂，像这个都可以涂啊。硬硬的你也可以抓一抓涂一涂，这个都无法。但我们推是推压痛点，那硬结肿块可以涂，但不是要大力压。涂完我就照灯嘛。我认为照灯哈影响有限，啊，涂姜母鲤已经就是比照灯好啦，它已经热在上面啦。啊，如果患者要不要照灯？可以啊，他要照随他去，这个也不妨碍。但是我们没有强迫他。但是他如果这时候，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一个重点，他这时候是应该以按推为主，热源为辅。但是他一直强调他的热源，那热源我们已经其实有给他，但是我更强调的，手闲来无事，自己就按一按，啊，这个才反而是。他真正能修复的原因，对，这样你了解吧？啊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是重点，你还在强调热，你没有那么虚了。所以你看哦，他刚刚我背部也没有涂姜的泥啊，我直接把他痛点按一按，他就改善了。那表示他怎么样，运作功能都不错，体力也不错，啊，所以
一般是以按推为主，热盐为辅。有些患者来就是，那我已经是乳癌，我应该要喝多少姜？事实上没有那么严重，以原始点的诊疗来看，它没有那么严重。所以他患者的观念如果清晰，他知道，哎，有时候运动或是休息，哦，可能都比那些热盐、外热盐还要重要。好。没爆掉很好，没爆掉。他还是回到源头的，他最关心的就是爆不爆掉了。好，我就跟你讲，如果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大家帮你按，然后慢慢软化了，硬结肿块慢慢融化了，他说不定不爆，还有机会救回来。但如果你一旦让他的硬越来越硬，颜色越来越深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往爆的方向走。如果你够努力，也就是自己也自己帮自己，然后偶尔也来这里，他们教你，这样互相的配合，那我告诉你，应该不爆的几率比爆的几率还大。我已经给你答案了，而且很肯定的哦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播到这里，谢谢老师。我们预告一下，下个礼拜的直播内容是2024年最新的版本，老师开始要讲诊断与治疗。诊断与治疗老师说是原始点的核心，所以我们期待下周见。